没喝多，我一会儿叫个代驾不就行了？哦，我真的不行，骑个大老爷们儿过了。啊，我来电话了。喝醉，喝醉快点联系我。知道这个？哎，你干嘛？醉了，醉了。你怎么喝这么多呀？我下次再也不喝了。哎，你刚刚不是？哎，我们下次再玩。好，再见啊，拜拜。喂，珊珊，我需要你，一会儿我有个客户，你来一趟公司帮我拿点东西吧。哇，李总就住你家旁边，你顺道回去就麻了呀。你懂个屁，自己吃饭把嘴堵了。多大人呢、啊、吃饭还把油蹭衣服上。故意的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我一不小心蹭了油了，这个怎么处理啊？一会儿菠菜来放那儿吧，我来处理。你们哥俩先吃着，苏帅刚回来，我处理一下。好，嫂子你先忙着。哎，你过分了呀，人家珊珊这么善解人意，你这不是故意给珊珊找事儿吗？哎呀，其实是这样的，之前我什么都不麻烦他。很着急吗？我帮你吧。哦，没事没事，我自己来。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人，没有被需要。走了，会觉得两个人的生活是独立的，懂了吗？哎，我看吃的差不多了，我收拾一下。哎，不是让珊珊有被需要感吗？这怎么又收拾起来了？力所能及的还是得做呀，他刚出差回来多累呀。哎哎哎，放下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。小刘走了吗？哎哎，还收拾干净了？怎么样？我也不是什么都不会。哦，对了，来来来，我还是有工作，不需要什么都愿意。婚姻爱情里需要互相示弱，对方感到被需要，也是一种幸福。和前男友分手一年，他一直想找我复合。哎，不是你谁呀、啊？珊珊，跟我回家。小叔，你干什么？你干嘛？你就是因为他不跟我复合的是吗？嗯。就这儿啊？他也不怎么样嘛。我怎么样不用你管，你立刻给我出去。哎，等等。回心转意啦。怀念跟我在一起穿名牌戴名表的日子啦。你好律师，请签个字。哦，好，谢谢，我来帮你吧。好了，谢谢。哇，珊珊，你过生日你男朋友送你这么多东西。我也不知道他会给我送这些，可能你下班了会有更大的惊喜。他会给我送各种东西，这些东西我不稀罕，之前一直要还你的。你就仗着我对你那么爱，要不是那一天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。可以呀、啊，这堆假货让他高兴了好几天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就叫做花小钱办大事儿。他现在真的是服服帖帖的。我以为他只是想让我开心，就没有说破。喂，金文天，我卡限额了，工作需要啊。哎，昨晚上你怎么没来？哪儿啊？你男朋友和我们打麻将呢。如果这只是因为钱，我还不会跟他分手。是珍宝，对你来说我不重要。喂，干嘛呢？没忙。看我脚崴了。好好的脚怎么会崴了呢？你自己走路不小心，不就是要钱吗？不用了。三两好友共度愉快下午茶时间，行。你别后悔，就这么个破地儿。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也不用装了。他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你在干嘛？就是有些小傻瓜呀，平时走路大大咧咧的，老是摔跤，我这不是防范于未然吗？你说谁是傻瓜呢？不知道。哎，你别动，我这弄完了，吃完了。还好吗？突然失去了家具。怎么了？卫生巾不太舒服，我去趟卫生间啊。我回来接近人群，于是用相机代替我。我再去一下卫生间。行，我等你。嘿，就让你死心塌地了。嗯，你可以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把你这些垃圾也带走。让我们又回到零点，靠近一点，路过我的全世界，也每天都能抱你一起。没事，好了，我去睡觉。这次项目是个机会，有哪位同事自告奋勇的吗？你去啊，珊珊，你可以的。因为前男友的关系，在很多事情上我越来越不自信。你看你看，今天领导专门在会上表扬我了的。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他不就是想让你继续拼命干活吗？你呀，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呢。
哎，你看这件衣服怎么样？粉粉的。不行。我觉得挺好看的呀。那是人家好看，你不觉得你穿上很像派大星吗？珊珊怎么还没来呀？好像在加班吧。小盛，你夫妻真好，有这么努力的。好什么呀？他那叫工作效率低下才加班的，他那点活换我早做完了。珊珊。去啊，珊珊，多好的机会啊，你可以的。怎么不回消息啊？这屋子是你打扫的吗？你啊，来吃饭。怎么不吃啊？我长胖了，我不敢吃。如果放下这么晚了还不睡啊？公司下周会有个项目，我想试一试。一直在你的左手，我可以。爱你是一场孤独盛宴，难受。打扫的不错嘛，应该奖励一下。来，选个班。只不过呀，这以后可能就不需要你打扫了。为什么？我打扫不好吗？快点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走吧。你穿那么厚干嘛？你不是说你胖吗？我得多穿一点，就显得你瘦了呀。哎，脱了，快脱了，咱们就脱。我好不容易找着的，我不脱我好不容易找着。其实你一点都不胖。加油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但是呢，也要注意身体。珊珊，我今天被你的演讲圈粉了，太帅了！珊珊，快走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那是因为有他，不管做什么都鼓励着我。分手就分手。对，你搬出去，房子是我租的。我不仅找房东，马上搬。不是，都几点了？你明天不上班吗？要你管，你用什么身份管我？行啊你。哎，好香啊！不像某些人啊，天天吃外卖。自己做。不做，出去吃。好了，太丢人了，再也不熬夜了。干嘛呀？叫你别熬夜啊，你干啥丢人了吗？干什么出来要你管，我相亲去了。哎，你对了，你什么时候搬出去啊？我好让我的新男朋友住进来。有些人赶快找房子，早点搬哦。哎，这什么？给我，这可是我的胶原专家雅诗兰的胶原霜，本来打算送给某人的，但是都分手了。谁稀罕。这个可是号称垮脸救星，有三种抗老底流成分，什么充盈苹果肌、紧致下颚线、淡化法令纹，通通都不在话下。只可惜有些人永远都体验不到什么是胶原满满。你这是利息，给我。那我马上到了，先开始化了美美的妆哦。也许平时对你。这怎么跟丢了？这么大个活人上哪儿去了？我没找什么呀，我溜达。什么？路是你家的呀？装，继续装。谢谢你啊，还给我送过来。珊珊熬夜垮脸，天天都在抱怨。这个真的很好用，我女朋友经常熬夜，防止垮脸，都是用这个。行行行，我先上去啊，一会儿转给你。先生您好，您最近是有租房的需求吗？哎，没有。我这个是为了应付一下我女朋友，逛了下网站。笑笑笑，笑什么笑？赶紧回家给我做好吃的。